虽然全国大选日期还没有着落，但是各党的备战工作已经开始火热。国盟宾州联委会已经接纳成员党针对13个国席提倡的联委会主席或协调员名单。土团党和伊斯兰党各负责4个选区，至于民政党则是5个，但也不排除会在大选上阵更多的宾州议席。民政将会委任5个国会选区联委会的主席，那个5个国会选区联委会呢，包括了巴干、巴杜嘎湾、Bukit Bendera、吉罗东跟丹中。所以呢，我在这里呢，必须再次强调的，就是这个所谓的联委会主席呢，不一定是候选人。可是说，如果是他做得好的话，我们也不会排除他是候选人的人选之一啦。国盟宾州联委会主席纳杜利华才昨天晚上指出，他们会在近期内公布整个联委会主席或协调员名单，而民政党负责选区的人选呢，都是区部主席。国盟提早敲定这些人选，是为了让他们拥有更充分的时间备战大选，开始接触选民，让更多人认识国盟，以争取选民的委托，才有望在议会捍卫宾州人民的权益。